一，如果认准一个目标，那么就遇事要忍，出手要狠，善后要稳。二，笑骂由他人笑骂，好坏我自为之。三，能容忍眼前的侮辱，放下架子，顾全大局，这叫厚。四，我只喜看书，不是想求上进，也不是想读书名利，只觉得手中有书，心中才舒服，成为一种嗜好。五，最出名风魂谱，不厚不黑，忽有一人又厚又黑，众人必为所惧，而独占优势，众人看来争相效仿，大家都是又厚又黑，你不能治我，我不能治你，独有一人不厚不黑，则此人必为皆人所信仰，而独占优势。六，读书三绝，第一步以古为敌，第二步以古为友，第三步以古为徒。七，喜怒哀乐皆不发威之后，发而无顾忌，谓之黑。厚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黑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至厚黑，天地为焉，鬼神惧焉。八，厚黑的施用，定要乎一层仁义道德，不能把它赤裸裸的表现出来。九，古之为英雄豪杰者，不过灭后行黑而已。十，以面正义大旗，一个响亮口号，会把天下的人心吸引过来，使原本并不存在正义与否的事业也变得正义起来。十一，生活沉闷是一种福气，即无事发生，平安是福，每日起床一切都熟悉可靠，热水龙头、香皂、毛巾都知道放在何处，夫复何求。十二，世上千般好，处事万般难。十三，社会是一个旋转的大舞台，处事是一道难解的方程，解题的诀窍在于以不变应万变。十四，上天生人，给我们一张脸，而厚积在其中；给我们一颗心，而黑积在其中。十五，咽下七谋妙计，无过于脚踏实地。十六，万物都是互相竞争，以类则所需食物不同，竞争而不激烈，唯有同类之越相近者，竞争越激烈。虎与牛竞争，不如虎与虎竞争之激烈；狼与羊竞争，不如狼和狼竞争激烈。十七，不要说穿他的秘密，特别是一些个人隐私，知道的不要说，不知道的不要问，因为这是与你无意也使他人受损的事。十八，随和不代表放弃尊严，不惹事者绝非怕事。十九，世间的事分两种，一种是做的说不得，一种是说的做不得。二十，入世法和出世法背道而驰，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背道而驰，这都是双曲线，他能把它融会贯通。入世出世原是一理，利己利人原是一事，则又成为原型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